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要给大家介绍 Consul Network， 它也可以叫做 Consul 网络，它代币的简称是 CCX。 如果大家看到是一个英文的界面，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进行语言的更换，切换到简体中文模式，就可以看到跟我一样的内容了，包括我们的中文价格也会显示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边上点击进行购买交易平台以及赌博还有它的加密信用等。在它的左上角我们可以看到有它的排名，然后这边有一些链接，它的官方网站公告。在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市值、交易量、流通供给量和总供给量、最大供给量的一些数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表的信息，那它也有市场对比、社交媒体、工具和历史数据等这些数据分析，还有评分。从它的图表信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市场交易量，以及它的价格，还有比特币的价格。关于 Consul 呢？Consul 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银行，其存款和投资均需支付利率。据报道说 ，Consul 网络启用了不可追踪的匿名消息传递以及安全的资金转移方式，使用分布式公共分类账，发送方和接收方可以保持匿名。隐藏的加密货币 CCX 是基于 CryptNote。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协议，并且在没有中央权限的安全对等网络技术上运行。Consul 称自己为开源、社区驱动和真正的去中心化。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统计数据、它的价格以及它的投资回报率、市场排名、市值、24小时交易量、流通供给量和总供给量、最大供给量、历史最高记录和历史最高记录，可以具体到7天的高记录和最低记录，以及昨日的高记录和最低记录、昨日的开盘价、收盘价、昨日的交易量和昨日变化。整个页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它的官网看一下。